走吧，赶紧滚蛋。谢二少爷。哎呀，桃花妹妹，最近在府上待的一切都还好啊？不习惯。哎呦，这是怎么话说的？二少爷，你说话不算数啊！说好了到赵府来，让我有吃的有喝的，我呀可勤快了。我也不怕活多，也不怕累，可你得给我饭吃吧。你看那么多的衣服都要让我一个人洗，你看我的手洗衣服洗的都成什么样了。哎呦，我看看，瞧这个手肿的哈。哎，轻点。哎，这么漂亮的一姑娘，这是谁呀、啊？让你干这么重的活啊？哎，哈哈哈哈！哎，跟少爷我吃饭去，你想吃什么，只要点得出来。好，走。嗯，不了，我呀，其实也不饿。我还是赶紧洗衣服吧。哎呀，别呀，还是吃点嘛。你饿瘦了，回头本少爷我心疼啊。哎、你抱我腰干嘛呀？哎，我说了，不是，你别躲嘛。哎呦，二少爷，我能松手了吗？你算是，哎呀，也是淘气。二少爷，嗯，这事儿可不能赖我，你不能赶我走啊！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没事。干嘛？来吧。救命啊！警官，干什么呢？把手放开！哎呦，怎么还坐井里了呢？哎呦，我这腰，哎呦，我腰呢？大少爷，哎，没事吧，桃花？没事。大哥，你不是唱戏去了吗？啊？哦，哈哈，你是来看戏的，对不对？金棍，男女之事需要两情相悦，你怎么还强迫上了呢？强拧的瓜不甜。谁强拧了？我们俩不是在这找感觉呢吗？你说什么？赵家的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赶紧回歇着去，别管闲事。闲事儿，我既然让我遇上了，这事儿我还真就管定了。桃花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大少爷，你帮帮我。没事，有我在呢。我看你今天喝的也差不多了，回去歇着吧。哎呀，离得远点，你离他远点，你离他远点。别碰我，我跟你翻脸啊！我告诉你，哎呦，能给我动手是吗？哎，长大了脾气大了是吗？小时候哪再挨揍不是我来护着你啊？哎，哎，救救人！哎，别，还想跟我还手啊？哎呦，不行不行不行，断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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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赶紧松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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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松手啊！哎。哎呦，行，我还真就不跟你一般见识。我赵金龙，我算是看透了，原来你是来跟我抢食的。行，走着瞧。喝点破酒胡说八道的。你才傻。花，没事吧？大少爷，真是谢谢你了，亏了你过来，要不然我指不定被他欺负成什么样呢。金棍喝多了，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也难怪金棍冲动啊，谁让你长得太漂亮了。
啊？大少爷，你这话说的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接了。好吧，没事，你先回去休息吧。我哪能回去啊？还有那么多衣服，得我一个人洗。没事，今天不用洗了，你回去吧。以后府上再谁有欺负你的，你就找我，我帮你做主。谢谢大少爷。回去吧。哎。不错，冯管家，抓紧时间，必须要在八月十五以前完工，不要耽误我的开坛炼丹呢。啊，老爷您尽管放心，我一定会安排人加班加点，按时完工。嗯，如果人手确实不够，加人嘛。啊，老爷，您有所不知啊，这要如果增加人手的话，就得增加开支啊。你看这哪哪都要花钱。这还是不好办的，有什么不好办的？没有钱，你去跟他们要，跟佃户们加租。不管怎么说，这个工期不能耽误。八月十五是刘半仙给我算好的黄道吉日，非完成不可。哎，还有，给我找一对童男童女，陪着我去炼丹。不干净的绝对不能进我的丹房，所以要童男童女。你明白吗？明白了，老爷，我尽快就给安排。您再到那边看看。进来，进来。好。来，快快快快！好了。小强。立正，鼓掌！欢迎欢迎欢迎，梅姐，你可终于回来了，小弟很是担心呀。哎，怎么样，事情进展的还顺利吗？多谢贤弟提供的军火，黄展奎二话都没说就同意跟我们井水不犯河水。据我观察，黄展奎这家伙胆大妄为，心狠手辣，你以后还是要多当心他一点。当心，必须当心。这小子你等着啊，我回头我好好收拾收拾他，上次是他运气好让他给跑了。梅姐，攻打金山城的时间定下来了还没有？我已经跟总部汇报了，你这边怎么样？那是相当的充分啊，就等梅姐一声令下我们就开拔了。那太好了，等事成之后姐姐一定为你请功。哎呀，哈哈哈哈，那可太感谢梅姐了。走吧，那快进府吧，跟厨子说马上做晚饭。是，走。长得那么漂亮，当初不可惜。谁说不是？哎，一个小毛孩子。告诉你，好人坏人呢，不是从长相好看难看的。打个比方，你就说老九、营长，那么都是好人吗？
梅子さん。よし、お前ら続けろ。はい。どうしたんだ。金山城の八郎軍はもう前線を抑えている。奴らは我らの目の上のコブだ。私が知る限り、臨時特戦隊は重要な役割を果たした。我々はどうすれば。臨時長の八郎をやるなら、まずはリージェン特戦隊を倒さねば。特にあのリージェンだ。奴は策に優れ、武力も長けている。あなたでないぞ。そうね。リージェンを殺さないと、我々は金山城を占領できない。その通り。賊を捕らえるにはまずその王を捕らえるんだ。こうしたらどうだろう。我らの特戦隊は調整を終えている。俺は奴らを連れた金山城に行け。火を見てリージェンをやる。これまでの恨みを晴らす。李健就送到这儿吧，这都已经出城了。那也行，哎，我不在你身边，你要保护好自己啊。嗯，你也要多保重。赵家围子那边我会盯得很紧，一有风吹草动我就来通知你。好，哎，我送你个礼物。平常啊，要多看书，多学习，然后呢，要记笔记。当然了，如果想我，也可以记在这个本子上。臭美，这个小本子倒是还不错，以后可以记载一些对你的不满和讨厌之情。行了，快回去吧。随着去。李队长，李队长，小张，你怎么来了？林政委，按理说昨天晚上就要回去了，可是现在没见人影，急死人了。我们担心他出什么事了。不可能啊！昨天我亲自送的林政委出的城啊，而且随行的还有二林和大宝。他们两个身手不错，就算真有什么问题的话，自保没事啊。李队长，那应该怎么办？别着急。队长，哎，小雨失踪了，派几个战士出城找找。知道了。嗯。你们那边也多派几个人，好好找找。
队长，你看，这儿有战斗过的痕迹。快点，大家分头到附近找找，快去。是。天哥，我在草丛里发现的。这一本是我送给李小雨的，他把日记丢在这儿是想告诉我遇到危险了。喂，大哥，喂，大哥，你过来看一下，这好像有人呢。从伤口上看，这是日本人的倭刀所致。看来他们是遇上日本高手了。快点。扩大搜索范围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林小雨。是。嗯。小雨现在看来是凶多吉少了，对方连是什么人都不知道，有劲儿都没地儿使。队长，你别急，他们袭击小雨肯定有所企图，我想用不了多久他们就能找上门来。你的意思是他们是冲着我来的？应该是。背后使绊子非君子所为啊。你不是常说吗，只要能摆平一些事情可以不择手段。不择手段？我再不择手段也不会拿平民当人质啊。小雨是游击队的政委，他算不上平民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么说话是哪头的呀？我是实事求是，实话实说嘛。你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大哥，嫂子有消息了。有消息啊？快说说，在哪儿啊？哎，我们在酒馆碰着了那一个人，他说嫂子在赵家梅子。对，刚才我俩去喝酒去了。你们俩又喝酒啊？我告诉你，我汇报上级处分你们。你听他胡说，我们是打探消息去了。对，我一着急说错了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快点说吧。我们听那个客人说了，说是赵家梅子保安抓住一个女八路，还游街来着。是什么游击队员，游击队的什么女政委是吧？应该是嫂子吧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们就请那人喝酒，然后那人跟我们说嫂子现在在土家寨，明天早上带到赵家围子交给日本人审问。哎，跟你们喝酒那个人在哪儿呢？是我们，他喝多了完事上茅房了，后来就人影就不见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了，我们就着急回来汇报来了啊。队长，这个人很有可能是敌人的奸细，他故意暴露小雨的身份，等我们去救的时候自投罗网。管不了这么多了，赶紧的集合队伍向赵家围子出发。绝对不行，如果我们现在去正中他们的下怀。什么意思？你的意思是眼看着小雨不救是吗？啊，怕死是不是？我什么时候说我不去了？哪次冲锋陷阵我不冲了头了？我这就去。大哥，我们也跟你一起去。你俩赶紧去跟队伍一块集合，咱们马上出发。是啊。如果敌人想把小雨转移到赵家围子，这是必经之路。如果敌人想通过小雨找到我，我已经送上门来了。周角，带着人去土家寨，到底该怎么做你心里边有数吧？将计就计啊，
原来你早就想好了。放心我吧，你们也要全身而退啊。走。哎，小心点啊。注意隐蔽。来的不是保安团，他们身上都有功夫，下盘走路的时候都很稳。咱们得小心点。大哥，他会功夫，咱哥没功夫呀？啊，只要不开枪，什么事都好办。大哥，你想怎么着？我从前面上，你从后边上。哎。哎难怪钟参谋说的个人英雄主义。哎，小雨，师爷。为了抓我，你真是煞费苦心呐！对付你理所当然，今天在劫难逃。那不一定吧？你提出立正。嗨！大刘东方，左右得手了，咱们赶紧撤。嗯。
大将、大将、八郎軍が鳥屋寨を襲撃し、守りきれず、李小玉を連れて行かれました。被害は甚大です。赤門、女一人見れないのか？何をやってるんだ？メカに何というつもりだ？お前は勝負を待ってろ。また機会を探さなければ鳥屋寨に戻り、調査を続けろ。はい。 大哥，那着急呀！上去干什么？哎，你可回来了，多悬呀！以后自己得小心点啊！没死就算万幸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可能啊！你也是属猫的，跟我一样有九条命。哎，这次你能够脱险啊，多亏了他们三位。 啊，你得好好谢谢人家。嗯，是啊，应该谢谢大家的。哎，嫂子，你可千万别客气，愿意为嫂子效犬马之劳。我效犬驴之劳。别叫我嫂子了，听着怪别扭的，以后就叫我同志。啊，是，嫂子同志。同志，嫂子。哎，别闹，走吧，有什么话咱们尽常说。嗯，走，媳妇，慢点。 给他们俩发军装这可不是小事儿，你请没请是首长啊？首长说过了，特战队的事儿我可以自己做主，也可以先斩后奏。大李和龙方跟咱俩这么久了，本事就不用说了，就算有点小毛病，以后啊，咱们可以慢慢教育，让他慢慢改。这些事儿我都懂，我也没有意见，关键是换军装这个事儿必须得请示刘副团长才行啊。我说你脑子是缺根线儿是怎么着啊？他们两个不同意。 我哪弄两套军装来呀？嗯，大哥，搞完了。大力、龙方，经过团里边慎重的严重决定，今天你们已经正式成为八路军的一员了。什么？八路？不乐意啊？大哥，我们不是一直是八路军吗？你傻呀？就你自己认为是。 没看人都有这身行头，就咱俩没有。这不是吧？已经给你买的衣服都准备好了。哦，合着跟大哥混这么长时间，就为了这两身行头？怎么说话呢？你以为这衣服谁都能穿呢？好吧，记住啊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是为了一个共同的信仰、共同的目标走在一起的，那就是解放全世界的劳苦大众。 就算流血牺牲，也在所不惜。大哥，你说这些玩意儿，我也听不懂。反正你指哪我打哪呗。老龙，大哥说这么长时间的话，有错的时候吗？啊，所以说穿军装那就是对的，是不是？你看见没有？还是这江湖气息。 你看，你看，你快把衣服，把衣服捞上来吧。
真倒霉。哎，糖花，糖花，糖花，哎，你看，哦，原来是你干的呀，胡子哥，大早上起来的你就吓唬我，你觉得很好玩是吧？刚才那石头也是你扔的吧？还有这衣服，你呀，肯定偷偷的藏在哪个地方，看我真着急了，你才把这衣服给我捞上来的。我说的没错吧？不是，石头不是我扔的，那个我是看你衣服掉河里了，我帮你捞回来，我刚回来。我才不信。哎，桃花，你听我解释，真不是我扔的。你能把手松开吗？我娘可跟我说过的，这男女啊，授受不亲，别动不动就拉拉扯扯。树哥，这拉下手没事儿。你又不是我亲哥，记住了。哎，桃花，梁少爷，梁少爷，云姐。找我有事吗？找您好半天了，老爷叫您回去一趟。真不是我扔的，桃花。大少爷，大少爷早。哎，桃花虎子，你们也在呀？云姐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没什么事，老爷叫大少爷回去一趟，你们先忙吧。咱们走吧。大少爷慢走啊。桃花，我觉得赵家大少爷有问题，鬼鬼祟祟的，而且他看那眼神也不对劲了。大少爷人挺好的，二少爷才坏呢。很都一样，这赵家就没一个好人。哎，桃花，前几天我去狼牙岭，他没有为难你吧？没有啊，我挺好的。猴子哥，你去狼牙岭顺利吗？都干嘛了？哎，你别问了，这张小姐不让我说。是吗？张小姐不让你说呀？啊。那你还真不说了？你说不说？说吧。哦，说说说说，我说。这张小姐给了黄占魁一批枪，让黄占魁呢，联手和赵家围子一块打八路军。一起联手打八路军。嗯，哎，桃花，这事儿你可别出去乱说啊。你怎么那么聪明啊？知道是我，也就你吧，还有谁这么无聊？嗯，看，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来了？好看吗？凑合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这布啊，可是东洋布，这是我昨天在土家寨从地主家的小老婆那儿给你抢过来的。我不稀罕。那人家小老婆做开裆裤的破布给我做小袄，你不成心寒碜我呢？哎呀，我哪敢寒碜你啊！我喜欢还喜欢不过来。不过说元儿，你今儿怎么了？啊？这怎么对我这个态度啊？我恨铁不成钢。你说你就这么大年纪了，成天打家劫舍当山贼，你说这日子怎么过？当山贼怎么了？当山贼想吃就吃，想睡就睡，自由快活。
谁也不敢欺负我。现在啊，就缺一个像你这样的压寨夫人当老婆。去去去，谁给你的？那没过门的夫人总行吗？我告诉你，就冲你现在这样，谁愿意给你当夫人呢？就算过了门，也成天提心吊胆、胆战心惊的，让人在我背后抽我脊梁骨，我可不愿意。还有事吗？没事，我走了。你别走啊！不走干什么呀？你不会忘了吧？你说过找机会逃出赵府跟我走的。你属耗子的，撂爪就忘。你才属耗子的呢！说什么呢？忘。哎，你忘了，你当时被抓进赵府的时候，我偷着来看你，我们两个在麻圈里，我抱着你，你躺在我怀里又哭又闹的，你跟我说什么来着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啊，不过那都是开玩笑的，别当真，说着玩的。你当开玩笑，我可当真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今儿来就是要带你回去。哎哎，不是，你松手，我不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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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说什么？我不走。你不走？你说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？你是不是变心了？呸！越说越不像样。我以前怎么样对你，往后我还怎么样对你。你要真心喜欢我，就听我的话。听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真的？真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在赵家混得不错，甭管是老姨太太还是大少爷，就连那个冯管家也卖我个面子。我让他们在赵家给你找个肥差，咱不当山贼了，好不好？你说什么呢？你让我在赵家当差使？咱又不是白当差，咱是拿工钱的。赵家是我什么人，你不知道吗？你怎么这样说话呢？你这人怎么那么轴呢？赵家又不都是坏人。你说大少爷吧，大少爷就是个好人。别说，你真的变了，真的变了。我最后问你一句，你到底是跟我走还是不跟我走？不走。别后悔。你别走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冤家宜解不宜结。来，梅姐，请。哎，桃花，你怎么在这儿呢？二少爷，我这不去洗衣服吗？哦，来来来来来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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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桃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梅子姐，你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还是先说说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吧。你不是八路军当得好好的吗？怎么跑到赵家围子来了？你不会是来当卧底的吧？啊，我当卧底？梅子姐，你看我这样，我这傻了吧唧的又胆小，哪是当卧底的料啊？哎呀，梅子姐，我可算找到你了，咱姐俩真是有缘。行了，快告诉我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是这样的，你走了以后，我就跟李大哥去了金山城。我本来以为我能跟他以身相许呢，可没想到半路啊，出现了一个叫林小雨的，对，他呀还是八路军呢。后来李大哥每天就老想着他，也不理我，他呀不要我了。我不关心这些事，我只要你告诉我，你怎么跑到赵家围子了。